诸位，我们雅望啊，想敬大家一杯，跟大家道个别。雅望啊，不喝完可不太礼貌啊。没事吧？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自己回去。先别急，我马上到家。啊，我全都找了，还没回是吧？好。喂，舒雅望，你什么？为你准备的惊喜吗？你放开我！你知道吗？小天给你的这个手环，是我送给他的。我不要回家。妈妈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带你回家，我回家，我回家。雅望，怎么才回来呀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
亚邦，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妈，我们去报警。想你未婚妻呢？啊，是有点想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痴情。曲总啊，我让律师和昨晚所有的证人沟通过，务必坐实你情我愿。知道了。杨旺，别怕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处理的。杨旺啊。干嘛？妈，站住！哎，你就看我有多在乎你吧。就连被传讯之前，我想的都是先见你一面。你个畜生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伯母，我跟雅旺可是你情我愿的，他来我的酒会做我的女伴。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可是都看见了。你要是想玩的话呢？我可以陪你慢慢玩。你个王八蛋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未婚妻不就一天没理你吗？急什么急？不行，我要回国。案发地监控视频被删，当天的痕迹被处理得很干净，在场宾客的证词也不利于我们，现在很难立刻给全人定罪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接到电话就不回。怪你。对不起。好好回去睡一觉，我没事的。只要双手合十，无论是否虔诚，用一腔孤勇。以后你在哪我在哪，小雅，
是忍不住会想起，剧情是悲是喜，由我们定义。爱人总被迫分离，多么戏剧性，用尽全力奔向你和完美的结局。如果能再遇见你，重新书写这剧情，不信所谓命中注定。让所有的分离、冷漠和猜忌都倒退回相遇，当人海逐渐散去，还是你陪我看日升和月起。如果我们重来，结局能否被更改？